把两张纸巾平放在桌面上，个别使用这两个牙刷在纸巾上面画十次，竞争品牌牙刷瞬间就把纸巾画破。 OX 牙刷的超细圆锥形刷毛非常柔和，纸巾保持完好无损。个别挤出这两种牙膏在光碟盒上，然后轻轻地擦拭十下，之后用清水洗净。使用竞争品牌牙膏擦拭的光碟盒表面受到破坏，而使用 OX 牙膏擦拭的光碟盒表面则保持完好。